西南三味，今天教大家煲白菜筒骨汤。买回来的猪筒骨洗净焯水，白菜洗净备用。冷水下锅，猪筒骨入锅焯水，加入少许白酒去腥。焯出血水后，将猪筒骨捞出，加入到汤锅中。几颗瑶柱、蜜枣、姜片和白菜，最后加入清水。大火烧开后，转小火煲90分钟左右。出锅后，加入适量的盐调味。白菜煲猪筒骨能养胃生津，除烦解渴，清热解毒，非常适合夏天饮用。您对我们有好的建议，有喜欢的菜肴，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。西南三味每天更新不同的家常菜，让家人忘不了家的味道。